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有 Danny，这里有卡卡，后面有大勇和方后面有大勇跟方正，还有一个女生，不知道谁，好像是方正妈妈呀，不是啦，那个是外人来的。OK， 重点是这次我们要去 KL， 不过本来要去拍广告的，因为那个广告刚好是 Mangona 的，过后就不敢得罪观众，所以就推掉了那个广告，过后我们就纯粹去 KL 玩嘛。好诚实哦。对。OK， 你看他牙头，你看他的牙齐美。咦呀！The light comes on。没有空气。我要拿这样才看得到你，大勇这样就看得到。啊！不要给 ，no 啊！不要！恭喜你破100K， 但我是 impressed 到。哇！耶！这是林干净，这是你们两个。第一次按这里牛，我是第一次按了。嗨！不能开，卡在里面。Oh my god, finally, 好麻烦。刚刚出来，我会另外 upload 在 lift 里面的 video as 另外一个 video 啦。现在我们要出去吃啊。Samsung Note 5，现在终于到了那个餐厅。没有落盖一个，如果你出。这个好吃。现在卡卡要吃蜗牛。这是很好吃。Oh my gosh。很好吃哦。我建议如果带你去吃。真的，我有吃过。是什么样的味道吗？蜗牛？跟什么食物相似吗？宝宝，它在哪啦？不是你全部吃过，你没有吃到嘞。可以啊，可以放。吃完了，很好吃，很饱。这间店叫 Tree Back School。可是，蜗牛。我们终于行啊，要去吃啊，好开心啊！哦、，My God！ 哇，然后你做可以，我做不可以啊，现在。你不懂个鞭子啊！我们是素颜。没有，我素颜不要紧，可是你会拍我拍很久。现在我们在等 Grab， 在等车。等你可以摸到不能摸到你。我讲了，很乱。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地方，后面这个人应该会很怕，因为他没有按过。卡卡舒服吗？舒服吗 ，Dennis？ 舒服。现在回家休息。Dennis 在做吗 ？Dennis？ 我整个不进去。你要 double click， 你要 double click 这个。OK。哦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不客气。嗨，我在第三名。我爱小明，小明也爱我。卡卡在做梦，卡卡。嗯。卡卡在做梦。哎，我拍我那头发以外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是专业的，你要拍谁？他是专业的，相信我。说你要拍谁？拖到9点多，终于要去吃了。刚才按摩了，有觉得什么不一样吗？千万。好的，我也是这样认为。我觉得现在更痛啊！哦，我按完了就我 OK。爽了，我不小心睡着了。按了之后觉得什么不一样吗？很舒服，穴道开通。看你样子，再看一下你的衣服，喂、哎。
过去很累哦。我的荣幸啊，真的是。终于有机会跟腾腾一起来 VR 了，耶、！还有卡卡。不要看周围，你知道吗？我拉整个直接出来。Dennis， 你要 try 吗 ？Dennis。Dennis try。我要赢。我就不要，应该带他来。What the？ 大反应，他反应超大了喂！他比我还大。对，他比你还大，他的反应。他在我前面。Reload！哎。他旁边有一只，旁边还有一只。You die！ 不要玩！不要玩！好玩吗，卡卡？我这样子，他把我刚才差点死掉了嘛！哇哦！现在要吃东西，但是我们不敢吃麦当劳，所以我们吃 KFC。你抽我甩！你是觉得自己帅用吗？我问你 OK 吗？你都讲我不寡聊吗？我就是，你是问我，我讲那个房子看过来的才 OK 吗？Thank you. Ladies and gentlemen. Bye bye. My gosh. 56块的 bargain ticket.